Hello， 早上好，现在是大概6:30，然后我来了一个地方叫 Coco Head， 所以我和我的爸爸一起可以去 hiking。 为什么我们这么早来了这里，是因为我们想看那个日出，所以我们要很早起来，很早来这里。其实我和我的爸爸想 hike 这个山，就是但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他说他很累，太累，所以他不行，所以我们要换一个地方，然后看那个日出 sunrise， 但我觉得已经出来了，所以我觉得明天吧，等到明天。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笑，因为我5点起床，因为我想看日出那个 sunrise。 今天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到了，给你们看，waves over here get really big， 所以如果你们来这里，你们要小心一点，安全第一。是我的新的朋友，他 OK， 哇 OK， 我觉得差不多吧。这是我在夏威夷住的酒店，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好，很方便。是因为我第一次来这里，我爸爸说他不能上去，所以我今天回来，但是今天下雨了。
应该是在这里，因为你看，大家都在这里等。哇！